民众目击者拍到对面好几栋房子陷入火海，时不时还传出枪声。走进街头看，一片混乱，还有车辆当场狂烧。约旦河西岸一座巴勒斯坦村庄被住在当地的以色列人大肆攻击，造成一人丧命，一人受伤。监视器画面还拍到犯案经过，多名黑衣蒙面人跑进房子里面纵火，有的向路边汽车丢汽油弹，甚至路上追打巴勒斯坦人。We can't leave the houses. You know, I have a house. I got eight kids. They are all Americans, and they are just they're terrorized right now.隔天，全村抬着死者遗体上街怒吼。尽管以色列官员有出面谴责攻击，但村民都认为根本都只是计划性演出。What we've heard from the Israeli occupation government is smoke and mirrors。不少巴勒斯坦民众更直指一切都是以色列政府在背后搞鬼，就连国际社会都表明是以色列有错在先。Yesterday's killing in Jit is not an isolated attack, and it is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Israel's policy of settlement, in the West Bank.加上加萨战火未歇，哈马斯在中东各地的拜把盟友磨刀霍霍，以色列现在面临的威胁恐怕只有越来越大。黎巴嫩真主党最近在社群平台上传了这四分多钟澎湃激昂的影片，旁白则是搭配纳斯拉勒的演说，虽然外界怀疑有可能是 AI 生成，但绝对拉高更多人对以色列的仇恨值。I'm optimistic, not far from over. Just a couple more issues, I think we got a shot.如今针对加萨停火居中斡旋的美国、埃及和卡达才刚结束两天谈判，三方发出声明，他们已经和以哈两边提出过渡性方案，下周停火谈判会再重启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会出席，到时才可能有更多详细结果。 TVB 新闻总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